事情，别怕我在这里。如果你找到了理想和憧憬，就让我陪你一起。生活一场游戏，看到底，机会浪费多可惜。跟着我，扣你几块，那必须要跟进。No feeling， 就暂停，透气散散。起床啊！是谁？家，可是家里，我好像生病了，我的头有点痛。生病了？你该不会是发烧了吧？好烫哦！人家带你去看医生。不要，家里。你就这样摸着我，陪着我，我的发烧一下就会好的。好啊，那你要乖乖的。佳丽，佳丽，哦，佳丽，你摸得我好舒服啊，可是你手怎么有点粗啊？哎呦，我好辛苦，是不是该去保养了？没发烧啊，怎么就叫不醒了？该不会要跟白雪公主一样亲一下才会醒吧？有可能，我们也得亲一遍。你还有时间发花痴哦，赶快起来，学校出大事了，快出大事，起来，快，怎么了？快给他看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爆料哈佛上说校长滥用职权，让守卫在学校违反禁爱令谈恋爱。哇，糟糕，如果爆料哈佛都已经 PO 了，那表示所有人都看得到，今天学校一定会不平静。浩南哥，这样一定会影响咪宝跟蓝守卫，那我们要怎么办？目前文章只写到蓝守卫，但纸包不住火，很快会烧到咪宝，所以你们请其他同学一起帮忙保护咪宝，尽量少跟其他人接触，少说少错。还有，另外一件事需要你们帮忙。什么？你前面靠边停一下。怎么了吗？忘我带东西啊？不是啊，这附近没有学生，我先下车，你记得晚点进校门了。兰达，等一下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，等一下有学生就完蛋了啦。兰达，你冷静，你听我说，禁爱令是针对学生，不是针对老师，所以我们不需要遵守的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不是针对老师，但是身为老师就是应该要以身作则，所以我还是先下车。兰达，等一下，你头上有个脏东西。真假的？什么东西啊？不要动，我帮你拿。哪里？好大一颗。
旭晨，我的眼睛好像有东西耶。嗯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有吗？有看到吗？看，看，看。有吗？你眼睛有什么？我的眼里只有你啊。哦，我中计了。我先下去了，拜。小心啊。嗯。嗯嗯，你这个境界真正中小鬼啊，恶霸！来，你不知道我的用心良苦啊！如果我没有下禁爱令，这次断考成绩会进步这么快？等得病好不？嗯，要不是因为有爱，学生成绩哪会那么好啊？我都下禁爱令了，怎么他们还敢谈恋爱？爱有很多种的啦。哎，这摆这学生哦，拢伫阮家咧读册，哇，我就看到学生跟学生之间的爱，所以他们变得更加关怀，互相鼓励。老师对学生之间的爱，所以啊，他们对他们课业就更加认真，成绩才会突飞猛进啦，知无？敢有影？你毋捌听过一条歌？爱情的力量，小出来有戏嘛会变英雄。一定，就是因为成绩好，大家都变英雄啦。说的也没错、啊，你看陈安民这个成绩啊，进步这么多。哦，成绩外好嘞，吼，我外公赢的嘞。我在想，该不会，你们家小安也开始谈恋爱了？Hello， 你手机在震动啊？抱歉啊，好，我看一下啊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不会吧，是真？是啊，手机拢让你吓坏啊！啊，那什么代志？哈佛高中校长董仁前竟然擅用职权。你们跟应届毕业生的关系下禁爱令，却让自己的孙子蓝守为公然违反校规谈恋爱。好了，校规怎么办？俊明，好了，你醒麦呀，不丢。你陪我回车一趟啊，先搞清楚一下来龙去脉。这怎么会有？这谁呀？怎么会？这谁传过来这个东西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早，爱丽丝。早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正要去找你啊。你今天还没有看手机吗？还没。怎么了吗？你跟校长的关系已经曝光了，还是你今天先不要去学校？走吧，上学快迟到了。哎，你现在去学校一定会被大家议论，还是我陪你一起不要去？绅士不是我可以选择的，况且我从来没有想要隐瞒跟外公的关系，我也没有错，为什么要因为流言蜚语不去学校呢？怎么了？就觉得你这样想很好啊，蛮帅的。前面有学生啊，现在上课时间没学生了。那有没有老师啊？老师都在上课啊，怎么可能跑出来嘛？对，你不是前面没老师吗？你停下干什么？又不是老师啊，是校护啊。啊？校长，你干嘛打扮成这样？你做什么亏心事哦？没有，这哦，太阳太大了。戴个帽子遮阳啊，遮阳。校长，现在是下雨。下雨。那更可怕了，那全身淋湿啊，容易感冒啊。哎，对对，我们要赶快去办公室躲雨躲雨。对，走廊又淋不到雨。哎，对，陈校护啊，你待会遇到米主任啊，请他通知所有老师，说我要开紧急会议啊。啊，哦，好好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大家都看到爆料哈佛上面的贴文了吧？
你们两个找我们大家来，应该是想好办法了吧？快说吧。爆料哈佛上面说的是守卫，又不是我们乙班，我们干嘛想办法？哎呦，他不要。蜜桃也是校长的孙女嘛，那他们现在就在查他，很快就查出来啦。我说对不对？小苹果说的对。安明跟家宝已经想好办法了，大家听听看他们怎么说。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，现在先把米宝藏起来，只要不要被狗仔抓到就不会出错。那要怎么藏啊？星星穿风保护米宝。欧嘉玲，你陪在米宝旁边，避免有什么状况发生才不会有人落单。然后呢，把米宝藏起来之后呢，后续的问题就给我跟阿明来处理，你们放心。那我要好好保护你吧。这还差不多。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。阿明，等一下。不管你的计划是什么，你跟家宝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在答应我的时间内回来，好吗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担心的。欧嘉玲，我知道你没有话要跟我说，但我有话跟你说，我一定安全回来的。走吧，走吧。你们刚刚看到吗？他这样子给他亮掉掉，而且还有那个喂，哎呦，王浩南，你知不知道蜜宝跟守卫的事情？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才提早来学校的。甲班状况怎么样？很不好啊，大家反应超激烈的，一直说守卫有特权、不公平什么的。先不用那么紧张，我觉得我应该想得到解决方法。你的手怎么那么烫啊？没事啦，我们先解决学生的问题比较重要，走吧。可是你是不是生病了啊？走。你真的不会怕去学校会被大家指指点点的吗？不怕。那你在我旁边，你怕吗？我怕什么啊？自从开始下棋之后，我就一直被大家注视着，当然讨论也没有少过啊，所以你不用替我担心了。不要这样看我，也不要同情我。恶不恶心啊？利用特权交女朋友，还敢要我们遵守禁爱令？而且对象还是爱丽丝，难怪故意害我们甲班拿到第一名。你干嘛帮我挡啊？反正我已经湿了，不差这个。哎呦，英雄救美啊！我看你可以撑多久。他跟他妹米宝一样啊，都假惺惺。你不用帮我挡。你们现在的行为是霸，自以为正义吗？其实就跟那些下禁爱令的大人一样，只是一厢情愿的觉得自己的决定就是对的，但其实什么状况都没有搞清楚，这就是幼稚跟不负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齐家宝，一定要留到最后哟，后面还有更多独家花絮等你来看。现在的行为是霸，
这就是幼稚跟不负责任。我看你讲的说的都是歪理，你根本就是想要保护蓝守维。不要跟他说那么多，我们走。走吧，我们去学校。什么时候吗？没有哎，他只有让我随时等他的电话，他会告诉我后续该怎么做。没有，早上八点就知道，现在真是好无聊啊。接吻了啦！接吻？什么时候？就前几天啊，不过是一个意外。就算是意外，你们还是有进展啦、啊。恭喜你耶！可是那天亲完之后，我们变得就跟一般朋友一样啊，没有什么改变。你还敢讲什么改变呢？你们每一次都三个人一起行动，完全没有留机会给自己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不要总是三人行，你要制造你跟流川枫独处的机会啊，这样才有可能有粉红泡泡的事情发生呢、啊。好像真的是这样哎，拜托，你每次都帮我这么多，你真的是我爱情的军师哎。如果没有你，我要怎么办？我才不是什么爱情的军师。我连自己的爱情都搞不定，你是不是喜欢齐家宝啊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很明显，我觉得你们蛮配的啊。我们才不配，我觉得我还是先减肥，这样才配得上他。在说什么啊？这一下是我帮欧爸欧妈打的，你那么可爱又善良，是我觉得齐家宝才配不上你嘞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嗯。你绝对绝对值得被喜欢，相信我。感觉怎么样？就很突然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太喜欢你了。兰娜，兰娜，哎呦，干嘛、啊？什么事情啊？慌慌张张的。哎，你没有看哈佛爆料，上面传的沸沸扬扬的，说守维偷谈恋爱，身为外公的校长公然包庇。我跟你讲，这件事情很快就要烧到米宝那里了啦。什么？淑乐，原来你在这里哦。吴老师，你该不会也来跟我讲蓝守维的事吧？大家都在鼓噪，说要反禁爱令，还要校长给个交代，说如果不说清楚，他们就要罢课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校长叫我跟你说，立刻召开会议，应该就是要紧急处理这件事。好，你们先不要紧张。阿喜，你去训导处找训育组长。然后跟他讲说半个小时后紧急开会。好，吴老师，麻烦你去导师办公室通知那些导师们。好，走吧。你不是说你爸今天会进公司吗？对啊，秘书是这样跟我讲的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有个印象。不然我等下打电话问司机看看。不行啊，不能这样干等下去，要先发制人。我们现在兵分两路，你继续联络你爸，我先回学校去想其他办法。好，那我们保持联络。加油。加油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亲一个。领导。啊，你进进进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老师啊，那高二那些同学，如果知道这个事情啊，会不会搞得天下大乱啊？哎呀。就是担心你们家蓝守维嘛。哎妈，
应该的啊。哎，那这是校长，他跟俊平哥讲话那个是校长。对啊，我的父母。怎么办？我早就跟 David 说过不要下禁爱令了，现在到底要怎么办？说不上来，心里想说的话还在徘徊，你我也都明白，有些情绪适合不拆开，不是不爱，不想彼此的情感在受灾，被突发的意外把未来给毁坏。现在爆料哈佛上全部都是攻击 David 的文字，我也被发现是他的孙女，他之后的处境一定会很为难。我知道，但你先别担心，陈安明跟齐家宝已经去处理了。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当一个厉害的校长。如果他就这样被罢免的话，怎么办？他再过几年就可以退休了。你要相信陈安明跟齐家宝，就算你不相信他们两个，你要相信王浩南。那如果他们都没有办法怎么办？我们都会陪在你身边啊。就像我受伤的时候一样，你一直待在我身边，一直替我加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失去了信心，但是只要你有心，你永远都会是我们的英雄。这个养骨方啊，要连续喝一个月才会好哦。我可以在一天之内投进100个3分球，你就不可以再这么绝望，努力复健，回到球场上去。你的侧脸很清晰，我控制不住呼吸，直到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没什么原因想和你待在一起，继续诠释我米兰达的男朋友。恭喜恭喜！好高调的放闪哦！要是我现在认真出手，一定是手到擒来，瞬间脱单。不信，查理，我们和好，好吧？我听说你们学校有个老师是退休的行程，他是我们班导啊，可以碰个面吗？妈，结婚？谈一下下吗？我喜欢你。同学们，下课了。嘉玲，那个问题想问你，就是在你眼中家宝男，恰恰，那个我还没说完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这种没办法，这种不能用进去，麻烦帮我们找到，对对对，我别的答案，再次，嘿嘿，那个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家宝在你眼中啊，哪一点最吸引？他就是一个很重义气，然后很暖心的一个男生。那谁不喜欢大男人的人？而且他有点反差萌，其实大家看到他在戏里面，有时候会小嘟嘴装可爱，我就觉得很可爱。所以其实齐家宝这样就是很吸引偶像。所以喜欢大男人？对，然后偶尔装个可爱。反差萌？对，反差萌，我喜欢反差萌。
在跟川峰演戏的时候啊，对戏有没有心动的瞬间？其实跟川峰对戏的时候都蛮心动的。我觉得尤其是刻意要营造那个心动瞬间，就是突然距离靠很近啊，或是两个人脸靠很近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很紧张、很害羞，对，害羞，然后脑袋也就会想起那个心动闯闯的 BGM。那川峰味有糖，就是味的糖果有比较好吃。有哎、欸，当然，而且因为那个剧本上有一个三角形，他是写说咪宝的嘴唇要不小心碰到川峰的手指，哇！所以我们现场试了很多次，就是大概要怎么运作。然后我就想，然后，但是我问了一个很失礼的问题，我说川峰，你刚刚有洗手吗？可能我很解，但是就觉得，不行，还是要问一下，就是刚刚有没有洗手？然后哦有，好才就是轻轻碰到一下。我记得那一场戏场拍蛮多颗的。对啊，拍很多颗哦，你在现场。对 对, 对, 对啊，就拍很多颗。一直吃。对，一直吃，一直碰到，一直碰到。周玲玲，嗨。好，算了，直接问。陈安明跟你告白的时候，你当时在想什么？我当时其实蛮紧张，然后蛮害羞的，就是因为我本来就也蛮暗恋他的，所以。听到他跟我告白，我其实又开心又害羞。那你觉得我们剧中男生谁最帅？那当然是陈安明啊。要确定的。当然是陈安明啊。因为他在旁边吗？没有，我真的也这样觉得吧。我也是在旁边才讲他的。绝对不是。没问题。要是我现在认真出手，一定是爽到擒来，瞬间脱单。不信？好啊，那来打赌。准备好。我其实只想问你。昨天晚上，哎呀！天地 base 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《机智校园生活》青春万岁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川峰，更多独家精彩花絮都在 TVBS 聚在一起。得太快，在预料之外，窃喜幸福作怪，要低调许，把坏情绪曝晒，对爱说个嗨，自由自在 get high， 哦哦，一起跟我深呼吸 ，follow up follow up follow your heart，follow up follow up follow your heart， 一起跟。专属全天候独享，心动去闯闯，唯一的向往。你陪在身边的脸庞，是我生活幸运的偏方。着你的节奏，还有下个步骤。哦哦